你会比较高兴。我比较高兴。猴子不会比较不简单吧？啊？猴子的毛更多。对啊，就比较难的。会更难啊。对啊，我想说，没有画过啊，来画画看。下次。猴子啊。下次。对啊。下次哦。反正下礼拜画什么？下礼拜啊，下礼拜好像是风景哎、欸，是不是？我记得啦，我记得是风景。老师，现在是学生地方有长。哎、欸，就那个什么，林丹泰古厝那边。林丹泰在哪里？在新生公园后面。哦，画博啦。哎、欸，不能进去，我们就是哎、欸，可以画那个合体圆山饭店。坐捷运坐到圆山站，走花博那边进去的。对。然后要走很久吗？诶、欸，要有一段路哦，会有一段路哦。嗯、那还好啦，这样。哦，类似像这样子的感觉。中山国小。啊？中山国小比较近。圆山走过去有点距离耶。中山国小到底是哪一个比较近？先查一下好了，因为我没有走过，我不知道。中山国小比较近哦。中山国小。哦，因为我没有走过。现在在不用钱，现在不用钱。不用钱。不用钱哦。应该那边有指标吧？那个中山。等一下画个图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你画个图给大家看。下车以后怎么走？大概走个15分钟，15分钟还好。你可以骑摩托车。哈？他要扛油。那边有没有 U bike？ 有 U bike 啊。U bike 还可以骑到另外再骑坐，那就可以很好玩可以玩哦，可以玩哦。那里就旁边就可以。对对对对，那就。反正不是我们都包的哟。大家。年纪不要太多会翻车。大家要去抢 U bike， 一群人在那边抢 U bike。那边停汽车好多，早上很好停。早上哦。不会，都很好停。假日看不会。他假日人不是很多吗？这边我们画一颗石头来陪衬一下。先稍微擦一下，我再来。他没干嘛？对，就用干笔去处理它。等一下要试笔就自己拿。那想开叉的就算。不会，这种笔开叉不会坏掉。啊？什么？试完等下又全买。没有，我没有说叫你们买啊。怎么被他？刚刷的时候再拿老子的笔来试。把它利用的淋漓尽致，就对。石头啊，这颗石头。可以画一颗石头当陪衬，哦，这样比较不会多一点变化。没有啦，其实这边还要做啦。嗯、想说你们这么聪明，我做一颗你们就会做了。啊，做模糊嘛？就复制啊。模糊嘛？没有没有，前面要稍微清楚一点，但是边缘这边就模糊掉，就形状这边清楚，啊，其他就模糊掉就好。对啊，大家资质都这么高，一颗就可以复制。你要画就画完了。不要啦。我是给我喷的。喷的。我都下火。复制复制。你会用喷的哦？会。哇。喷的不好用哎。佛陀下火。呼。到手。哪有？那不是很好用。边后一样哦，我们来点一些那个刚才我们留下来的白哦，
做一些水纹的效果出来哈。就有些用画的，有些用流的哈，那它就会变化就会比较多。哦，眼睛的部分我再点一下哦，有点失神的哦。回魂哦。开工点干。睡着，天气太冷。OK， 好，好，嗯。我们后面要不要再加深？不要加深了，你后面加深，你前面鸟会不见，后面应该要放淡掉。如果要加的话，加前面。没有，你要加可以，就是淡淡的加就好。如果啊，例如说我会加，我会怎么加？我就会把它打湿再加，打湿再加，让它的后面是糊掉的，那就前面清楚，后面糊掉，那这样才会有层次感。那太黑了啦。不是，而且这个颜色的。弄稀一点，可以，再淡一点，类似像这样子，不要像这样，这样太黑了。其实这个会影响到我们看鸟的感觉。